小朋友们好，今天我们和兔兔兔一起拆好吃又好玩的奇趣蛋哦。上面有超级飞侠小爱，这是小爱机器人，它还有飞机模式，冷变形有两种模式。我们打开看一看，贴纸、小爱、多多、乐迪、酷飞四张贴纸。软糖，又酸又甜又软哦，很好吃哦。皮装玩具乐迪贴纸，乐迪是世界上速度最快的飞机啦，而且呢，乐迪非常喜欢给小朋友们送去包裹快递，送去惊喜哦。小朋友们，想不想和乐迪做朋友呢？乐迪又酷又帅，它是一架红色的飞机。这个乐迪很小哦，但是它一样能变形。拆这个白色的恐龙蛋，恐龙蛋发光了，非常神奇哦！里面会有小恐龙吗？是什么在发光呢？看到了，有两只小恐龙，绿色的恐龙，红色的恐龙。一包硬糖，还有一个发光球，碰撞它才能发光。再拆这一枚超级大的佩奇储钱蛋，这是硬币投入口，里面可以装很多钱哦。小朋友们，喜不喜欢存钱啊？西西果冻，这是两只动物，仔细的看一看，像什么呀？像不像是企鹅呢？尖尖的嘴，胖胖的身体，
企鹅非常的耐冷，生活在北极大海上。一包饼干，还有猪爸爸。小朋友们，我们今天就玩到这里啦，喜欢记得关注订阅哦，拜拜。